嘛，他一号、二号、三号、四号。主持拣一二四九，好多人拣一二四九嘅呢场，好多 tips 都拣呢只嘅，拣呢几只，跑千二啊！千二化月谷就潘顿好成绩嘅，好成绩嘅，草地啊！咁啊，呢场马咧就赢过嘅马有五只。电信火箭、木火同名、银河飞马、管德店同埋小鸟翱翔系赢过嘅，即系一二三四同埋十二系赢过嘅。十二号而家六十几倍，上仗班德利跑都包尾嘅差唔多。咁而家黎海荣跑六十二倍，系有斗志嘅话咧，呢啲系冷脚冷脚嚟嘅，因为佢系实在系赢过啊嘛。入过 Q 嘅有三只，有两只就系、是、风筝六号，话六号咧风呢只风筝咧试过好多次热门啊，而家成为咗呢个三十一倍嘅冷门。而家比较何泽耀骑又骑个外档咁样，睇佢点处理。另外一只入过 Q 嘅就美丽欢呼啦，美丽欢呼八号而家系三点一倍，咁呢只马咧上仗。史卓峰 跑第二啊，交俾呢个莫雷拉奇会唔会有啲进步啊？我估会啦，排个一档。咁啊，上仗成绩好嘅咧就系一号电信火箭，四号管德店都入咗位置噶吓。八号美丽欢呼同埋呢个四条烟跑第四嘅何铭年，今次由何铭年骑。嗱，你睇下。潘明辉上次騎過三隻馬噶呢度啊，一號上次潘明辉跑第三，四號上次潘明辉跑第二，六號風箏上次潘明辉跑第五，咁你諗下，潘明辉都騎好多馬噶，你睇下，因為佢收入都唔錯，我估，而今季嘅表現都幾好，入個位置又未上過。Q 又未上过 Win 嘅咧，就系、是、呢个路程啊，就系、是、八心之威七号仔，七档嘅十一号仔，而家有十四倍。好，应该我睇睇啲，而家揿停佢少少。都系咁上下啫喎。系咯。最好成绩嘅咧，最好上名率嘅咧，就系、是、一号仔嘅。一号仔呢只电信火箭，佢系零点七五。上名率嘅跑过八次，有一 win 一个第二，四个第三，好多第三嘅，咁就零点一二五嘅胜出率。咁啊，前次第三，上次第三咁样啊，即系好似好有，即系成日都喺度咁样啊，上名率好高嘅。一之后就四，四咧就零点六上名，零点二胜出。咁啊，上两仗都好嘅，前次第一，上次第二。系一四嘅近绩又好，赛绩又好嘅，咁再数落去就系八十一，两只马一模一样嘅，零点五取胜率未 win 过嘅，两个都系跑两次，零点五上名率啊，跑两次，一次上名一次落地咁样啊，咁零点四上名率嘅咧就系、是、去到二号啦，二号就零点四上名，零点一六胜出。咁啊，六号就系未 win 过，都系零点四嗰级嘅，上名率但系未 win 过嘅咁样啊。咁啊，上仗成绩有明显进步嘅迹象嘅咧，就有只六号啊，有只六号，六号系零点四二上名率嘅，前次跑第十，上次跑第五。咁另外有只就系五号仔，五号仔就。最叻跑第四嘅啫，就前次十一，上次第四咁系呢啲啊，即系呢啲系赛绩不好，但系有进步迹象嘅，就系六号同埋五号，六号同埋五号，咁啊嗱，讲赛讲上名率就一号，讲胜出率就四号，就系咁啦。咁我拣一只，哇，真系我好难拣喎呢只。讲骑师就拣八号，一四八，
我揀莫雷拉，我揀八号仔，我揀八号仔。我摊位排个一档有 0.5 胜出率，跑两次有一次入 Q 咁样吓，即系努力啲，就会比阿史卓峰成绩好啲，即系咁样啊。我系咁谂，咁啊，我买莫雷拉八号，我拖一号，拖一号就因为佢上名率最高。剛才看到三支頭關賽果都相當正路、快一步、勇創牌當的風箏一號馬電信火箭二號木火同名順利再來看到去大熱門29元管得掂四條煙亦都沒問題了那就入正入那些 Q 飛落得最明顯是七號七号诶，26倍，而家吓未开炮啊，26倍。跟住系银河飞马，亦都准备就水。好啦，时间亦都已经系将近啦。美丽欢呼咧，亦都准备埋去34蚊啊，临尾。好，睇埋银河飞马入闸。美丽欢呼就兜到个圈，就未入住。好啦，时间亦都将近差唔多，交俾集前。全部馬匹準備妥當，第六場賽事了，四班千二短途打二第四。好，黃旗居，好，你一開閘的時候，前面快閘的馬咧，見到中間位置管得掂埋邊美麗歡呼啊，外邊第三位仲係航天勝將啦，第四位咧咁啊埋邊位置木火同名啦，再喺外邊小鳥翱翔啊騎都唔快啊，八心之威中間過咗佢，咁啊大約尾六到啦，內欄橙色眼罩係電信火箭啊，後邊五隻黃衫有心有型啊，藍眼罩尾四銀河飛馬啦，後邊三隻添有運四條煙縮咗喺後邊咧係風箏嚟噶，好啦，對面直落中尾段啦，美麗歡呼就埋邊放外邊。八心智威就上去搞下佢啊！跟住第三位咧，仲有管德蝶啦，第四位埋边木火同名出边第五航天圣将啊，再后边嘅话啦，内栏橙色眼罩红衫电信火箭中间有心有型啊，响外边褪啲，小鸟翱翔啊，后边四只添有运绿色衫蓝眼罩蓝衫银河飞马，尾二啊风筝过咗嗰只咧就四条烟啊，好啦，正最后直路啦，前面美丽欢呼咧就支嚟咗第一个身位啊，八心智威咧咁啊响呢个第二位埋边有管德蝶啦，中档位置上紧嚟有木火同名啦，外边追咧。就有心有型啊！最后百零米啦，美丽欢呼透出啊！但系外边航天圣将挞着咗上紧嚟，入边位置仲有管德掂，中档咧仲有电信火箭，接近终点啦！航天圣将赢啊，跑第二名。果然只落飞嘅七号仔，16倍开跑啊！吓，真系落飞落到啡格，咁又只一号仔电信火箭就跑第二，咁只四号都叫跑得好好噶啦吓，即系。一度透出，但系俾后啲后劲嘛，全部冚晒71、79，马牙系咪？即系有飞到马到啊！真系睇赛绩睇唔到啊！我睇唔到啊！睇飞咁你睇飞就唔好睇马经，睇飞系有个胜出率嘅，但唔系场场都得，系其中一个 program 嚟嘅，系有好多人研究呢样嘢嘅。包括啲大學論文都研究過嘅，我睇過一篇論文咧，話係開跑前唔知點樣啲賠率有轉變，就係勝出率高嘅。但係咧，開跑前你要跑完你先睇到噶嘛，所以就係另外一樣嘢就係你點樣去實踐呢樣嘢啊！閘嘅時候，前面快閘嘅馬咧，見到中間位置管得掂埋邊美麗歡呼啊，外邊第三位仲係航天勝將啦，第四位咧咁啊埋邊位置木火同名啦，再喺外邊小鳥翱翔啊，騎都唔快啊。咁啊，只粉紅色袖嘅莫雷拉就因為一檔之利啦，咁就出閘順利，咁啊帶咗一千米咁上下啦，上山推，咁啊周俊樂上嚟。威胁佢，周俊乐喺后喺隔篱想滋扰佢啊！一度透出咗个十一号啊！咁只跑第二嘅电信火箭喺成第五、第六、第七咁样啊！咁啊转弯嘅时候，莫雷拉都走到第三碟，佢顶埋只拍心之威出去，咁喺呢度连打几鞭。咁但系
个后劲好似冇咁好咁啊，好似冇只七号仔几犀利嘅啫，落飞啊，跟住电信火箭1号、9号、7、19、800几蚊 Q 啊，犀利啊！七号嘅航天胜将，独赢派163.5，位置派45蚊。跑第二名系一号嘅电信火箭，位置派22蚊。跑第三名系九号嘅有心有型，位置派20.5。跑第四名就系四号嘅管。